这个时代时间过得太快，工作一忙就容易忘记某些事情，但因为科技发达，有时候忘了会自动提醒你。那只是毕业前我们约定五年后一起回来打开的瓶子，这应该就是时空胶囊吧。有时候一回顾就停不下来，回想我们刚入学的时候，回想我刚认识他的时候，讲起来荒谬，几个不同课的同学因为一些缘故把我们拉在一起，这应该就是缘分吧。有时候我们开心难过，偶尔遇到一些挫折，但至少我们都是一起度过。很高兴在这趟旅途中有这么一个地方让我认识这么多伙伴，这么多贵人。回过头才发现其实自己也成长了不少，写什么？哦，害羞。青春只有一次，而我没有后悔。